大家好，这里是祥祥的灯，然后现在是大年初一，我们又开始要工作了，然后现在我要去接一下白雪。昨天刚在家过完年，收了有1200块钱压岁钱，心里美美的。大春节呢，然后去白雪家，然后给奶奶买点东西，这个话牛奶挺好喝的。还有啥呢呀？哎，老板，这 M 席有没有俩装一箱的那号的？那两个装一箱呗。哪个？这个 M 席。还有啥吃了吗？这吃了。这个也是两箱装，拿一个这个吧。这是盼盼了是吧？哎，盼盼了，好嘞。好。不使不使，他管你要压岁钱的呢。压吧，哎呦，那也压岁。衣服要捡起来。哎呦，那可不用不用，奶不用。你不用给，我打了奶，我不是要来红包。给我不要红包。我给你一杯。哎呦，那我这还得领个红包。这一个要是不是？哥呀！哎呀，来！新年快乐，那我得给你拜个年。你还没俺都磕头了呢。那我可装兜里了，咱那给我来新红包。那装兜里吧，你不能过来。那我得给你新年快乐，那。哎呀。